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收看《狗狗讲黑话》，我是民主。今不年民主二来用两个客家最有名的剧种来做料理。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吉酱排骨呢，所以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食材——排骨，客家话叫做“排骨”。待会啊，我们就完全不要再加油，用排骨自己的自体油脂煸出那个油。但是呢，教大家一个形容词哦，如果呢是讲油滋滋的。客家话的讲法就是油几几啊，油几几啊。你看现在煎一煎，它的油跑出来之外，肉也变成这样，有没有金黄色、金黄色的？待会啊，我就可以把它先弄起来，我就要来做 sauce 的部分了。我的砂糖，然后放水，随后马上就会放酱油下去，让它收汁一下。我要把我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吉酱吉酒放到里面去喽。另外，再让大家挑战讲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就是叫做。排骨专辑这样叫不会腻，客家话讲法就是排骨问吉酱含麦内盖，排骨问吉酱含麦内盖，待会吃吃看就知道到底是不是能够解排骨的油腻喽。今天呢，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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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t Boy 的粉丝来到现场帮明珠试吃看看好不好吃哦。好吃啊，好吃都会出名嘞。好厉害哦！你是特别练的吗？他刚教我的。应该做成年做个懂行真经跟懂货色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教朋友讲这句客家话，就是排骨沾吉酱叫不会腻。海陆的讲法就是排骨问吉酱含麦内盖。做料理的过程真的很疗愈，可以让我们呢放松心情，来沉浸在做料理的过程当中。当然喽，今天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排骨，排骨，排骨。第二个呢是一个形容词哦，来看到这形容词就是油滋滋的，油滋滋，油滋滋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排骨沾吉酱叫不会腻，排骨问吉酱含麦内盖。排骨问吉酱含麦内盖，吉酱真的很实用哎，不管是拿来当蘸料，或者是它也可以拿来当火锅汤底哦。下次再示范给你们看，再见了，拜拜。